不是爹，你腿可大条大嘞，啊，不是你，你也跟我回去啊，我回不去啊。但是你那个拿那些东西滴溜达啦的，也东西虽然不多也不少，你滴溜你爹拉一个箱子呀，这家里有个空箱子，这。我都提溜袋都来了，你提溜这么大个箱子来。给我拿回个去帽。后天就要改善嘞。哎，我瞧你，你回去这样啊，我给你一会儿加油帽，再给你照个墨镜。不麻烦了，我不拿那个箱，这么大那个箱。不，拿了吧，你看啊，鞋还有几件衣服，还买点吃的。啊，吃的，拿吧。买了一堆谁？你咋这样省事儿？你大包小包的，你拎着也不省事儿啊。要去那里啊？化妆吧。哇塞！这个不是心仪爱吃那个小干儿吗？这次也纳了，也没买太多。这还不多，这都我都感觉都弄哪了啊？拿回去吧，回去有个，虽然没卖多少，说起来你出门来回去还要拍照，有个零食都高兴，是吧？有点吃的就高兴，没买那么多。啊，不是，这个，这一箱嘞还不多嘞，这样省事儿，这样走个轻松。你要不你给我咋啦嘞？你看，是不是？别的想想，别拉家拉怎么着？别的没有。啊？别没有，我们来时就提背了一个包。好，这个老张直接领了吧。给我提一个吧。不好拿是吧？这样拿着不是？方便了，要不大包小包的，这样拉着省事儿。小个儿出差拉着，弄个大行李箱。这样方便。也能拉，也能提溜。走。拿那边走一会儿，到那边我怕没车位，在这儿坑了踏实的走一站地过去，反正现在还有时间。走。咱到这儿买点水。不用。买点，快到车上晕。买三瓶，到那叫我表妹家，她带上黑药。哦。还在车上喝。看看是不是咱在哪儿买票啊？我软了，你这软嘞。啊？啊。
喂。这是俺借个哪一东西？来时那时候卖在那里，回来一直卖在那里，是吧？哦。那喝完果。上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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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啊，你上去占个座儿，你去给那谁占个座儿去。那你走吧，丽。我走两级。哦，慢点，有酒伴的，我也放心了啊。哦。哦，走吧。去吧。哦，去吧，去上去给人家占个座儿，给人家那谁。哦。嗯，好。好。走两级。啊，好好好，哎。哦，走了。咱这个箱放边上，你知道呗？拿着好拿。哎，对，炕那会儿都这样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刚刚把我妹送走了。这次走呢，正好给我妹夫他表妹一块作伴走，这样呢有个伴我也放心。哎，这相聚总是短暂啊，感觉我妹刚来又走了。哎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老把她当个孩子。其实他已经是两个孩子他妈了，还记着还小的时候，上学的时候，上初中的时候，每次我从北京打工回去给他带点东西，可高兴了，跟个小孩似的。转眼间，两个孩子了，两个孩子他妈了都。